下班妹，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，这里交给我。加班狂徒，你没事吗？没事，我说你来的可真慢，这不等他们睡着了好下手。五六七夫人，醒醒醒醒，别闹，我还能够再睡一会儿呢。现在呢？哎，别开枪啊，自己人自己人。小偷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本来想以小偷身份和你相处的，现在我摊牌了，兵王是我小弟，我可是炸弹狂徒。炸弹狂魔，兵王饶命啊，这都是误会，蒙娜丽莎的话都是假的。不对，我这才是假的。什么？两个都是假的？我费尽心思，居然是假话，把他带进炸弹监狱里。走吧，笨蛋五六七，前面就是你待的监狱了，快进去吧你。你越进去吧，害我受了不少皮肉之苦，就差夫人了，等着我过去请来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没有人呢？别叫了，荒郊野岭的哪来的人呢？红华，你听，是谁在喊救命？西天取经不要紧，随我速速来救人。你们怎么会关在此地？得道高僧，我们是好人呢。好你个小弟，居然扮坏羊儿！我也是卑鄙无赖啊！我好端端的住在乞丐窝里，谁知道这神偷识破了我兵王身份，枪子弹药全在他那，还在我四周围埋下定时器，我不敢不从啊！原来如此，你们散开点，看我的霹雳爪！兵王，将功赎罪的机会到了，随我去抓飞贼。你们等等，你们两个手无寸铁过去送人头呢，这是五指山哪来镇压飞贼最为合适？终于等到你出来了，先让我叫几位五六级前来助阵。小丫头居然卖假话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觉得我们之间有很大的误会，还有你这大老爷们先送我这种女子。我就喜欢以大欺小，那我们以多欺少也不能怪我们啊。表妹别怕，我已经从监狱里逃出来了，他可跑不了。想不到你们从炸弹牢笼里逃出来了，那个先告辞了。还想跑？看我的五指山，搞定！这下飞贼就没机会逃脱了，还是这个管用。一涵，你先等等，以防万一，我放点炸药桶。炸弹五指山搞定。